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稳定音响 YouTube 频道，我是医生。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开箱介绍的是我们来自德国 TGI 的 PA2500R 这一台综合扩大机呢。那像它的入门款有卡鲁索系列，那卡鲁索系列是针对在这些 entry level， 就是入门的这些用家的系列在开发出来。那卡鲁索系列它有开发它的喇叭及一体式的主机包括 CD 跟串流整个做在一起。再来呢，就是它的 E 系列，过去我们开箱介绍过有关于它的这个一体机的中阶款的 R1100 那有别于一般的那种串流扩大机，它是带 CD 的。这家音响公司TGI 它是蛮务实的它也推出这样的一个一体机的系列。它还有一个就是高阶的款是 R 系列2000以及2500这两个系列那最顶级的旗舰系列是它的 HV 系列它的编号就是三字头的开头那它前面的这个款式，如果是播放机的话，它前面会加一个 MP 那 PA 的部分就是代表它的这个综合扩大机。A 开头的话就它的编号就变成是一个后级的放大的部分它还有一个200系列它有推出 DAC 跟它的后级的放大器TGI 这个牌子呢，它是个道道地地的德国公司那全部的商品几乎都是在他们德国本地制造，而且40多年来尤其他们是一个道地的纯两声道的一个音响公司，尤其是在它的一个 HV 的系列这个解码的部分做得非常非常的好。那在音乐的感上面跟厚度跟播放的这个流畅度的部分我想这个都是在过去的很多的这些德国品牌身上你可以看得到的德国品牌这种 DNA 的血统长期在这个综合扩大机的市场，大家都会认为说它是走这种平价的才会去用这种综合扩大机。在高阶的扩大机的市场，很多厂家包括高价的这些欧美的这些品牌，高曼的这个来自瑞士的这个综合扩大机都是有百万的身价。那 TGI 也是不妨多让，也推出这样的产品。丹麦的知名品牌像 Grifon 他们也推出这样的一个接近百万售价的这个综合扩大机。其他的品牌身上，德国的 Burmester 他们都有类似这样的产品，就是综合扩大机它是属于高单价的一个方式在呈现在他们的商品。这个它 PA2500 它有推出银色跟黑色的部分那在外观的部分其实它都是采用铝合金的这个抽法丝纹的方式还有透过阳极处理那在它的面板的右左边有一个大大的旋钮跟它的一些参数的设定那中间的部分上盖的部分呢，它有镂空一个圆形的中间有一块这个亚克力盒，可以看到里面的电路它的这个铝合金的这个厚度高达1公分非常的厚，整个机器抱起来的质感非常的沉然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这个它的整个前面的这个面板的部分的设计那最左手边当然是一个电源按键，它也有提供耳廓的功能那其实PA2500 除了本身它是一个综合扩大机以外，它这边有特别做一个 pre 的一个功能，也就是如果你碰到更难对付的喇叭或者需要更大的这个功率的话，那你就可以选用他们自家的像是 HV 系列更高的瓦数更大的推力，把 PA2500 当成是一个前级的做使用。在扩大机的输出部分，它这边有 A 跟 B， 有一些喇叭它是百外的设计的话，那这个部分可以做一个百外的接法，就是说你的 A 可能是接高音，那 B 是接你的低音或者是你也可以把它关掉，单纯就是有一组输出。那这个的好处就是增加你的每一个单体间的控制力那接下来就是的旋钮开关这种一格一格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 R2R 的设计大部分这些高阶扩大机他们都广为采用这种电阻的这种并列式的方式去做他们的音量控制开关。开关的好处就是降低它的损失这种
阶梯式的电阻方式去做这个应用开关。那这六个旋钮就是在 input 的选择的部分。那前面三组是平衡的方式，那后面的这三个是非平衡的方式。那它的第三组的部分，它可以给嘉陵剧院的用家来做使用，2500R当成是一个后级的方式来做使用。那你只要在 menu 的选项去设定，有可能有一些 AV 快乐它不是平衡，它是非平衡的话，那你就可以把它设定到别的组别。这个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上盖的部分哦，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些线路的部分。后面的端子的部分哦，可以给大家看到，就是两组的这个扩大机的输出。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加两颗 Real S510 的超重低 mono mono 的方式的接法哦。好，这个这两条线就是低音的接线，那下面是我们的喇叭线，这样子。那在零件的部分呢，这个部分是属于它 pre-out 的部分，提供平衡跟非平衡。第四组的部分可以拿来做成是那个倡导放大器的输入。那这边还特别有一个接地的，前面这三组都是全平衡的设计，它有一个小小的这个算是只有散热孔在这个地方。最后我要讲到的就是有关于这个PA2500R 这一台综合扩大机零件的选用很多都是采用这个军规的零件。那过去我们也跟大家提过，就是这种零件这个价差其实是落差非常的大。从一颗二极体可能是几块钱到几十块，一个放大的电晶体一样，它的价格可能就是十倍甚至百倍的一个落差。如果说你的零件更要求的部分，你还要做要求这些配对的时候，那个成本会更高。尤其是像真空管。那过去如果有一些玩家有玩过这个真空管的话，都知道说真空管你一般你买回来，其实它的评级的这些评压或是这些数据规格，其实都有一些落差。所以像之前我们介绍的 Audio Research 这个真空管机，他们的机器要出来的时候都是经过测试的，然后选用这个规格相近的这个零件装在它的机器身上。这个零件的好坏会影响它整个机器的造价。那也就是难怪为什么同样的体积的扩大机，有一些价位它卖10万块，可能有些卖到快100万。那至于是说规格的部分，输出的功率是140瓦，是8欧姆的时候，那4欧姆的时候可以到达 double 280瓦，那到2欧姆的部分可以到达500瓦。那大部分其实有些制造商他不愿意去标示4欧姆或2欧姆扩大机的数值条件可能不够的时候，所以说在这个部分呢 ，TGI 倒是很诚实，它电流输出的部分或是面对低阻抗的部分，它可以很从容的面对。那频率响应的部分呢，开出是非常优秀的，从1赫兹放大到 150K 。在失真率的部分是 0.02。那阻尼的部分它是说大于65，它没有写确切的一个数字。这个部分它写的是相当的保守。那阻尼其实就是它本身机器的你的输出阻抗除以你的内阻，就可以得到你的阻尼系数。大家在看这个数据的时候，它也不是完全就是能够让你知道它是一个好的扩大机或是一个不好的扩大机。最简单的方式当然是耳朵去验收嘛。那你不断的用各种不同的音乐去测试它的动态的细节解析。那另外呢，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就是它中间这个里面机器内部的配置，包括它的散热鳍片，然后它的这个整个功率晶体是锁在它的底板上，所以整个机器在使用运作的时候，其实它会产生整个热度，这个整个铝合金的外壳都是它的散热机壳。那这个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设计。唯独是说过去这个 PA 它的 2000R，是比较它小型的中扩，也是这样的设计，但是呢这个 2500R 算是它功率稍微大一点的一个上位款。所以它的机壳做的比较大，不难想象，就是因为它要增加这个面积，增加它的散热的空间。然后这个它就没有额外在旁边做这种散热鳍片，所以它中间也特别开了一个圆孔给大家看，它里面的
线路配置非常漂亮，非常的工整，而且非常有信心展现它电子技术方面的开膛破肚的给你看，说哎，我的东西就是 做这样子，非常的有自信，而且非常有诚意的一家厂商。哦，那另外呢，要跟大家附带一点，就是说它其实R 系列还有一个 MP2500R， 它是它的播放机的系列哦。那这个部分其实它在整个机械部分，它有可以做一个声音的联动哦。你如果说你有买了这样一个PA2500R 部分，那你的播放器不知道要找谁，当然你可以找它自家的这个2500R 的机种去做一个搭配哦。这一次呢，我挑选了两对喇叭来搭配，以它140瓦的8欧姆的输出功率，那这一次我们挑选一样是同品牌的 TJI ST20 以及 702S3 的这个第三代做一个搭配。那讯源采用的是我们 COS DS 的这个数位串流播放器，那我都有搭配到我们的 REAR 这个 S510 的超重低音，一直一直在推。如果说你低频从你的20赫兹到你的喇叭在衰减的那个点把它照顾好的时候，其实你的音乐的细节及内容你就可以很清楚的分辨的出来。那整体起来呢，我觉得在整个声音走向的部分PA2500R 它在搭配它自己本身的ST20 可以展现出对于声音属于比较工整精准该有的细节的表现。那另外一个搭配的这个702这个全新的第三代的 BMW 喇叭音场的宽度跟深度的部分我必须要讲这个 TJI PA2500R 它的这个整个声音的走的是一个精致而且透明度非常的高，而且整个声音的质感也非常的好，精致度精细度解析度样样都不缺所以难怪他要卖到这样的价位所以一点都没有说对不起他在这样的价格带他能够展现出这样的声音。当然我刚刚提的这两个喇叭的价格带都是比他还要再低一点。那这边也是跟大家一个小提醒啦，其实你的扩大机的金额高于你的喇叭，预算控制上或许会多一点，但是在整个声音的优势上可以得到蛮大的优势尤其是在扩大机这一块，因为如果你的喇叭没有办法完全发挥出来，那有大部分的问题就是来自于你的扩大机，甚至你的后机也要很小心有时候搭得好的时候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但是搭不好的很容易就是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如果说在搭配上有什么 想法或是有任何疑问的话，都欢迎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留言。好的，那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那也谢谢大家的观赏，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欢迎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那我们下次见。